我求求你快点，快跟我去吧，好不好？稍等。 是你女儿？对啊，是我女儿，她已经羊水都已经破了，她很虚弱，她生不动孩子，我求求你帮帮她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的帮帮她。我？保安不是说你是医生吗？哎呀，宝贝，你真……生命的坚强是你无法想象的。 2014年7月7日，您现在正处于孕期的第5周，距宝宝出生还有244天。今天是万圣节，要给某人一个惊喜。每个生命都孕育着危险，每个生命也孕育着希望。对于我来说，每个孩子的降临都是在危险当中裹紧希望。我是妇产科医生，我叫叶子。 今天是万圣节，记得晚上出门要带糖哦。惨了，不管是大鬼小鬼色鬼酒鬼，还是讨厌鬼顽皮鬼。万圣节到了，但是庄神也有讲品味。鬼没什么可怕，就怕鬼迷心窍；神没什么可怕，就怕鬼迷心窍。神没什么可怕，就怕神魂颠倒。不是疑神疑鬼，是真的活见鬼了。当红影星林一飞居然跟一个妇产科医生传出绯闻。 猛料猛料，我还要手机新闻早知道。当红影星林一飞加入豪门来吸引宝钗，最近却传出了劈腿的绯闻。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我老公来了吗？叶医生，你知道你老公跟林一飞的绯闻吗？ 哎，让一下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我是猛料网记者丁一天，这个照片你看过吗？是你老公还是林一飞吗？你穿个绯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两张照片，是你老公吗？这是当红女星林一飞吗？你透露一下，透露一下。事先你一点都不知道，如果绯闻是真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林一飞放弃了事业，嫁入了豪门，但现在却和一个医生纠缠不清，你还会相信你的老公吗？是是是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会相信吗？来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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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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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一小妹，走了走了，不要拍了。哎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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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说啥？您商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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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医生，医生，你和你老公是一家医院的，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？啊，医生，听说你万圣节要给老公一个惊喜，这女的到底什么回事？你老公是不是因为只有医疗费靠父母的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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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报道。 准妈妈，您的预产期是2014年7月7日， 您现在正处于孕期的第九周， 距宝宝出生还有216天。 是否还有更高层的涉案，目前还在查证中，而他的妻子叶子目前人间蒸发，不知去向。
么呀？都等了你一个月了，今天是专门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救了他们母子的命。叮叮叮叮叮。哎，你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别往心里去。男人嘛，有时候还不如小狗的忠诚呢，对不对呀？可爱吧？十一月三十号是什么日子？是万圣节后的一个月。走在人与鬼的边缘，我的生活全新开始。医生，哎，就回答几个问题。医生，哎呀，哎，就稍微等一下。哎，医生，我这让您收到离婚协议，你会跟你老公离婚吗？医生，你离开原来的医院，是医院辞退你，还是自己辞职的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会，你啊。不是喜欢曝光吗？没会吧？这你看到的未必是你认为的真相，你看到的未必是你认为的真相。求真相！该不会是你和你的小亲亲玩过火了吧？真是条女汉子。昨晚一位待产妇收床，目前阵痛每20分钟一次。今天早上有三位产妇准备出院。三件事：第一，我们医护人员对病人做解释和宣传工作时，一定要准确到位，不能含糊；第二，早上我发现洗手间有水龙头没关，水是宝贵的资源，一定要节约；第三，拒绝红包，但别拒绝患者一句感激的话。迎接每一个新生命到来，我的地盘，我做主。哎，小心小心，让开让开！每个地方都会有闲言碎语，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慢一下，车祸又不到了，小心！36周，双胞胎，啊，我检查完之后一切都正常，别害怕，别紧张。双胞胎母亲都挺伟大的，但是我的孩子好像不动了，特别是左边这个。哎呦，这位准妈妈，哪有说怀上孩子一定都得是文武双全的？一边好动一边安静也是合理的，哦，对吗？来，哎，师傅，这货又到了，坐下，他先接货。39周孕妇，意识清醒，两腿之间一直在流血，没有严重外伤。可能胎膜早破，不排除胎盘早剥，马上准备手术。好，手术已经在准备了，还需要10分钟。
医生，哪个部位疼？这里。手术吗？做过子宫肌瘤手术。腹腔镜手术还是开腹手术？开腹。请马上联系手术室救孕妇，需要做紧急手术。你谁啊？我是新来的妇产科医生，我叫叶子。这不就是被那个大明星林亦菲劈腿的那个巾帼的传奇？对，研究生毕业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主治医师，牛啊！那还不是因为有个当主任的老公啊。他怎么调到我们医院来了？不知道啊。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进的人养，在这里我希望你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。杨主任，请你马上联系手术室，这个孕妇需要做紧急剖腹手术。先准备拆腹孕妇手术。好，再耽误下去的话，孕妇和孩子都会很危险的。这里的情况杨主任比你更清楚吧，您现在已经妨碍抢救，一卵双胞胎做过子宫肌瘤开腹手术，很可能是子宫破裂。小杨，找当地家属签字。是。对，多准备点手术。是。车祸孕妇手术由我来主刀，照进手术让我来吧。你协助他，你主刀。我马上。好，上班就别穿的花花绿绿的，医生有医生的样。准备手术。我叫孟杰，你的同事，以后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会比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。我去建国应聘过，是你老公头疼没要我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选择忘记，这样会快乐一些。大家都不喜欢你，你一定知道什么原因吧？好自为之。医生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危险？子宫破裂，我们要先把孩子取出来。通知 NICU， 叫儿科医生过来。告诉他们是双胞胎。孟医生，先进行局部麻醉吧，孩子等不了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孟医生，孩子的情况现在很不好。给孕妇注射100毫克麻醉药。是，100毫克麻醉药。会有点疼，为了孩子，你要忍住。你好，我是新生儿科医生万源，欢迎来到仁雅。开始手术吧。行不行啊？晕血还逞能做什么手术？还好吗？建国医院就这素质。谢谢。子宫破裂，给我止血钳，给止巾，输血严重，注意生命体征。是。孩子的手出来了，得赶快把孩子弄出来。转移。健康女婴，大女孩出生时间9:58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解脐带。好，转移。医生，这孩子是不是有危险？第二个是个男孩，就是有点虚弱，别担心，
儿科医生在呢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看看他可以吗？手术后就可以看了。大家打起精神，去胎盘。胎盘植入，无法自行剥离，人工剥离也剥离不了，出血太严重了。血压下降，孕妇的情况现在很不好。止血钳。加压输血，别让血压降下来。穆医生，按摩子宫，给我多点纱布。还是不能剥离，看来只能摘除子宫了。啊？摘除子宫？我跟你说，你真得快点回来，多大的事你都得回来。这孙子还不知道怎么着呢，我听说要把你媳妇那子宫给切了。家属签字了吗？家属不肯签字。为什么？老太太说手术前已经签过了。你没跟她说现在要签的是有可能要摘除子宫的同意书吗？她一听说要摘除子宫，她更不愿意签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怕什么来什么，这样怎么办呀？必须要摘除子宫了。大家冷静一点，尽量减少试试。我去跟她说。